嘿、hey, 大家好，我是李克勤，许金韵终于来到歌手这个舞台了，享受你的舞台的每一分钟，期待你的演出哦，加油。可能很多人在上一个节目里面认识到我，但其实我已经是在公司9年，很多观众可能没有听过我的歌，所以我希望就是这个舞台让更多的观众可以认识我是歌手啊，许金韵。Hello， 我是音乐合伙人安吉拉，你好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我是冯青。你好，你好。冯青。冯青。冯秋。青。秋。现在心情怎么样？都紧张到没知觉。等会儿呢，我要带你去认识一个新的朋友，你猜会是谁？就是他吗？就是他。毕书尽，他是非常有潜力的一个歌手。老朋友、小朋友、中朋友，大家要小心了。毕书尽实力绝对是不容小觑。毕书尽相对是一个较为陌生的名字，但实际上，近5年，毕书尽应该说是在台湾和东南亚一带是一种爆红的一种现象。他这10年来真的是靠扎扎实实的作品啊，取得了今天的成就。嗨，猜到！哇，我坐中间吗？对啊，可以可以可以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终于见到本人。前2轮的踢馆资格的争夺赛，专家推选的赢了，所以这个东西会对你有影响吗？你就要很有信心，至少。自己的表演方面，我是死也要抓住这机会。我也想从那个后面的 spotlight 那边出场，这样光年，光年。我的目标是要留下来。